守路窝帽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熊子琪。下面的游戏是猜猜是什么？可以用手背一根手指摸的。可以问我，我会回答你是或者不是。好，你不会给我放一些什么？没有火舞。啊、哦，那还行。哎呦，在哪儿？这是个啥呀？香蕉，是吧？香蕉，这个太好摸，这个质感。再试试它的邻居。啊，还有呢？每个里边有两个。这是个什么呀？这是刷锅的。不是。不是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完了，这个知识盲区了。擦黑板的白板的也不是啊，这是那种泡沫是吗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完了，我这失败了，我这竟然在游戏上失败了。它遇水之后会跟现在的状态不太一样。那是压缩什么毛巾之类的，也不是，它不就是一个泡沫吗？我不知道是什么。是海绵啊，它是真的是个海绵。是打扫用的。哦，它遇水然后就会胖的特别大的那种。完了，知识盲区，你真高级这个。苹果，真的，还有啊，还有一个，这是啥呀？这也是个水果？不是，这不是水果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蔬菜类的？是，这是一个啥呀？这是什么蔬菜？不对劲儿。不对劲儿，这是什么？哪一类的？就蔬菜类的。什么东西这个质感呢？洋葱。啊？啥颜色的？外边和里边颜色不一样。啊？特像橙子，那不是橙子。你一定吃过，这东北肯定没有。东北有，它的体积不一样。啊？大蒜啊？不是。完了，这什么呀？这吃起来是甜的。啊？甜的蔬菜？对。南瓜？对。哦，就这么大的南瓜？贝贝南瓜。贝贝南瓜，贝贝，真行。那怎么吃啊？当正常的南瓜吃啊，可以蒸着吃。哦。它比普通的南瓜里边要更糯、更粉一点。哦，这个行。完了，又一个知识盲区，我都没见过这个东西。嗯，不会是小动物吧？都是静物，不是活物。都是静物。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一个鱼，它旁边的、另一个是这个，你可以搓一下它。什么东西啊？这还是啊？这是它的触角。佩奇呀、啊，这不是吧？这是个什么？像条鱼？接近。不对不对不对，我看一看啊，这是什么？小龙虾。大龙虾，这么大呀！我的天，煞费苦心，这个是什么？让我来。这个
这个跟什么很接近？跟驴很接近。啊？所以他应该不会这个叫声吧？对，他不会是这个。这是啥呀？不行不行，这个我肯定得猜出来。不是，这还像个篮子。哎，不，有了，手是吗？这是他的手。对。这是什么？真的用手背很难去感知出它是个什么东西。这是个道具。它是个道具。什么道具？那你很接近的吧。螃蟹。啊，是螃蟹。哦。但是你真的，你用手背完全摸不出它是个什么东西。这行啊。所以刚刚这个小游戏里面有六样道具，亲爱的好朋友们，如果你们喜欢哪一样道具，你就在下面留言，然后我们抽中了你，把这个道具亲手的装到快递里邮给你。好吧，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小祝福。嗯。